在做什么？昨天我降落在这个星球，碰巧看到日落，就知道奇妙的事在等我。这时你突然出现，像一道洁白闪电，照亮了我双眼。站在你面前，怎么觉得旅程就要改变，回到了起点。你可知道我飞过了宇宙，只为找到你，拉着你的手。说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奇怪的人，他们在做什么？管不了那么多，因为现在有了你还有我，我们要享受幸福。